好像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呢。米德，你好，很久没有见了。对，但现在这次很久之后走到伸展台，现在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呢？还是有一点点紧张，因为这个跟我平时的专业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之前也有走过伸展台，但是是我在出道前当模特的时候试过，所以现在难免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。今天其实在这个outfit 上面，设计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对你来说有一些特别的设计？其实这一次在事前他跟我聊的就是说这一季他是爱为主题，其实我自己有点害羞不太习惯。 Fall in love 吗？平时穿的比较酷一点，对，就是我自己喜欢，所以我不太多穿这样的衣服，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尝试吧。对对，其实你有没有练肌肉悄悄问一下？我不是练肌肉，其实这个问题不重要，但设计师把我的衣服包得这么紧，你都把自己包起来了，我还以为他也没打算让我露的意思。对啊，好的，那我期待等一下你走秀了，谢谢。化完妆梳好头，一众 model 已经准备就绪，秒速换上走秀的衣服准备出场了。唐禹哲这次远赴纽约为内地设计师杨璐走秀，杨璐是第二次参加纽约时装周，这一季他以爱为主题，设计了一个 Fall in Love 坠入爱河的系列服饰，设计师用上鲜明的红白蓝色做主调，配上火烈鸟图案、皱褶、刺绣和印花等工艺，在现场都感受到火辣辣的爱呢。第一次在纽约走秀的唐禹哲就说有点紧张，不过见他摆出一副帅气有型的模样，果然是很有台风呀。祝贺，还把衣服换完。对，你这么快就换完，一秒换衣服。你刚刚的衣服去哪里了？我说到其实纽约你应该是第一次来，就是纽约时装周。对对对，第一次到纽约。我好想再看你再出来再走一下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不然你去走，我在这边等你好了，让你过一下瘾去吧。不要不要，说到其实第一次来纽约这么好玩的话，不如我们明天一起去纽约玩吧。你要带我去玩？对啊，你带我去纽约玩好了。好，我带你去逛一下，因为怎么说也有稍微做一点功课。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走走走。